这个叫什么来着？虚幻龙触发的那个任务，那部是有个五人的军嘛，那个我都一个人干，那些我都一个人干。那个叫什么？对对，我一个人单挑的，包括在那个高木山有五人军营呢，我也是那个单挑。到底什么？加上维斯的英雄，冲动闪避陷入乱舞，然后再吃加速，吃一个刺激波，查尽量瞬间就是十一二万伤，结果打的最多在四十加速上吃了半。我就觉得我已经太厉害了，我就是。